孩子们认真学唱，也将三好精神学习起来。中华佛光青年总团日前来到南非公益旅行，带着孩子们唱歌学三好。运用儿歌改编的英文三好歌，青年带着学生唱跳，还有热情的孩子上台表现。一笔一画教学，台下学生跟着附送。适逢新年，青年成员也带着孩子们认识中华文化，透过写春字和福字，让他们认识过年节庆。而这回青年总团九位年轻人来到当地小学进行文化体验教学，带给现场250位孩子课程体验。最后孩子们学习效果显著，也在课堂上送上新年祝福。人间卫视南非综合报道。